就已經在曬呢度咧，等呢位今日嘅我哋可以講係我哋嘅分享嘉賓，我哋嘅老師。老師請登場，俾個最後一個熱烈嘅掌聲。多謝多謝多謝，多謝曬多謝曬。今日好開心嚟到馬來西亞 A O 水喺度同大家見面，同大家分享啲心得，非常之開心。係啊係啊，嗱，今日咧，我相信在場嘅每一位朋友咧，都同我一樣好興奮，見到我哋咧。成日都見到出現在電視銀幕上面的郭正豪，其實真的見到真人之後呢，哇，好後生喔。其實都是關於你飲食的問題呢，最重要都是。是啊，那我真的小弟要多多跟你學習啦。其實你正話講的飲食的呢個習慣是怎樣去維持的？哇，其實真的講真的我哋拍戲啦，捱更底夜啦，一開咗劇之後咧，基本上如果要冇得瞓嘅時候咧，係可以係冇得瞓嘅。咁變咗煎炸嘢咧，咁變咗減少啲啦，各方面嘅嘢最好食清啲啦，水果啦咁樣。咁其實原來某程度上都係唔夠嘅。咁另外譬如咧，媽咪煲下湯水啦，或者點樣當年咁樣情況。咁啊，除咗拍戲之外，咁亦都好多應酬噶嘛。我哋好多大家咧，好多應酬，即係小兵面都要飲下酒咁啦，係嘛？即係飲下酒開心下咁樣。咁我哋曾經有朋友咧，咁啊同我講，我記得嗰個係邊個咧？好似係洪天明啊，洪天明咁啊教我，咁啊就話：喂，阿洪哥，你成日咁多應酬，咁多飲酒啊，又捱更底夜唔夠瞓啊。佢話啲朋友咧就介紹咗佢點樣咧，就係教我就有冇揾咧夜晚臨瞓前攞杯水，普通水，跟住一落兩三塊檸檬落去，就唔好撳，唔使篤爛佢嘅，乜都唔使，咁然之後擺喺浸住，就擺喺你嘅床頭度。咁跟住咧，一瞓醒之後，經過一晚嘅泡咗一晚之後，瞓醒就即刻飲咗呢一杯水。咁跟住我問佢有咩好啊咁樣，佢飲咗之後咧，你個腸胃會好啦。咁同埋你最重要就係話唔會有脂肪肝，係啦，脂肪肝咧可以形成到因為你飲酒啊各方面嘅嘢啊，都係會傷肝噶嘛，係嗱，唔會冇傷肝噶，有一定係有傷肝噶，咁所以咧，咁佢就教我就咁樣飲，咁我不斷咁樣去都維持咗，都一段好長嘅時間，係，咁但係我一路都唔知道。其實是乜嘢嘅原理？我一路都唔知嘅。即係有人話好，冇錯，好咁試下飲啦，都冇乜所謂啦，嚇！起身飲杯檸檬水咁樣，其實好 OK 啊，我當咪清腸胃咯。真係事實上去洗手間都順暢啊，各方面。後來再經一個朋友，一啲嘅對呢一個杯水嘅認識呢杯水，原來呢杯水經過一晚檸檬咁樣泡過之後咧。它會變成一杯鹼性水，關鍵就是因為鹼性水，因為我哋平時咧出去食飯啦，任何嘅大部分嘅食物，肉類啊、酒類啊，酒都唔使講啊，一定係酸性噶啦，高酸同埋肉類都係酸性。當我哋個身體全酸性嘅時候咧，就會產生咗好多嘅疲勞啦。身體嘅攰啦，咁最重要呢個酸性係乜嘢呢？產生好多嘅疾病，呢種疾病係可以去到癌症，哇 ，cancer， 因為其實 cancer 全部嘅癌症都係酸性嘅，係啦。如果係高酸嘅情況之下咧，佢就會容易爆發。冇錯啦，高酸嘅身體高酸嘅情況之下咧，就會養成一個癌症指數就會好高。即係變成佢一個繁殖嘅地方。冇錯啦，咁我知道之後，原來飲呢杯水，原來飲多啲鹼性水或者鹼性食物係對身體好，可以中和到我哋嘅身體嘅酸鹼度。係。咁呢一個就係嗰陣時我仲未接觸 A.O. 水嘅，咁咧就一個緣分啦。咁我識到我哋呢個老闆，咁跟住就推薦咗我，推介我就啲試下我呢一隻。鹼性水，當我聽到鹼性水嘅時候咧，因為嗰時之前嘅檸檬水嘅關係啦，我就入咗腦啦。咦，鹼性水，我乜原來係用機，咁樣經過一個做過濾同埋經過一啲嘅電解，就變成一杯鹼性水。當咧每日嘅日常生活裏邊，無論你飲水啦、煮飯啦，或者你開奶茶、咖啡啦，
都係好方便，係啊，好方便同埋好乾淨。係。咁我哋都一聽鹼性水，我知道酸性某程度上係唔好啊！我真係我覺得我需要我哋要有一個好嘅精神啦，好嘅身體啦。咁我唯有一樣就係話，我要深入去了解其實佢嘅秘密係喺邊度。其實唔係講咩秘密㗎，其實好簡單嘅啫。人嘅身體咧好多酸性，只要你飲食翻啲鹼性嘅食物落去，令到身體酸鹼度平衡，咁你嘅身體就會好。但係每一日嘅生活上，邊度食得到咁多鹼性嘅嘢啦？嗱，你平時出去食物咧，基本上係剩自己煮飯啊，大部分都係酸性嘅。你食肉，你唔通你唔食肉咩？食唔食肉啊？大家食唔食肉啊？食噶嘛，你最中意食肉添啦，係咪？唔得噶嘛，唔可以噶嘛。咁但係原來大部分都係酸性，咁點算咧？咁我就唯有就喺你啲水嗰度着手，同埋食物裏面咧都唔係太多嘅鹼性嘅食物，最多都係藥鹼。係啊，冇錯啦，你要去到鹼性度嗰個度數要咁高咧，係一定要需要一個鹼性水先至能夠做得到。因為你每一日咧起身，你都會飲好幾杯，未起身起碼飲一杯，晏晝又飲。咁基本上你每一日咧，你除咗飲奶茶、咖啡同飲水咧，煲湯啊嗰方面嘅嘢咧，都會係經過呢一部機，咁你能夠可以吸收到鹼性嘅水啦。係啊，因為人體咧，即係70% 係由水分。冇錯啦，製造出嚟嘅係啦，係咁。如果你70%嘅情況之下都係酸性嘅水嘅時候咧，你嘅人就會覺得非常之疲勞。冇錯啦，好疲勞啦，同埋最重要就係話個腸胃啊，個腸胃同埋啲水咧，你飲落去咧係唔同嘅。即係我而家咧，我自己飲咗一段都差唔多一年啦，即係 AO 水飲咗一年。係你我會飲唔翻出邊啲水嘅，點解咧？因為你飲 AO 水咧，飲嗰個鹼性水 AO 鹼性水咧，係因為係好有質感，係厚嘅。哦，好厚嘅。即係好似我哋一時飲紅酒、品酒嘅話，好 full body。冇錯啦，好 full。咁另外咧就係話帶少少甜嘅，有少少甜，好好飲，好滑嘅杯水。如果譬如你出去飲翻出邊啲水，一杯嗰、那個所謂叫做由水喉。經過水喉，一煲滾佢，就咁飲啦。你飲落鞋噶，係即係好似我哋都經常會飲嘅滾水雪一杯。係啦，你飲落你飲入嗰條脷度咧，口感你一嗒落嚟嗒咧，你就覺得嗰杯水好鹹嘅。係啊，咁同埋最重要就係今次咧，我啱啱嚟之前咧，大概十日前、十零日前啦，我去咗一個收到個驗身報告，因為之前咧我年年咧。都有驗身嘅，因為早兩年我咧就因為忙嘅關係就冇去驗，咁就兩年冇驗 ，skip 咗兩次，冇錯，一年要最少去驗，冇錯啦。咁我隔咗兩年冇驗，咁今次咧我就再驗翻十幾日前咧，我就得到個驗身報告，咁咧聽驗身報告原來都驚驚地嘅，係咪副計都行咗一段時間啦？驚冇事驗出嚟係有事，冇錯啦。哇！你要仲有家庭噶嘛，係咪先？要照顧噶嘛，咁所以咧。好開心，因為佢話我心肝脾肺腎任何一個器官，包括大腸，都係好健康嘅。哇！嚇、啊、咁我飲酒啊，因為我都應酬啊，或者我哋捱奸底夜啊，咁我肝有冇事啊？我好關注我肝啊，其實真嘅。你一唔因為佢同我曾經我見嗰、那個身體檢查啦，那個醫生同我報告，佢話肝咧係冇神經線嘅。係，佢係獨自嘅，冇錯。當佢裏面有問題嘅時候咧，佢只要一路係咁工作，一路工作，一路工作，有問題你都唔會痛噶。係啊。所以你發覺咧，即係話身邊曾經有啲朋友嘅朋友，或者邊個邊個咁樣，我都聽太多。嗯。得知道肝有事嘅時候，都已經係太遲啦。太遲啦。已經係第四期噶啦。哇！一知嘅時候已經係有，已經係。是冇噶啦，所以咧，大家要珍惜自己的身體咯。或者你問我，出嚟社會工作咗咁耐啦，咁亦都奮鬥咗咁耐啦，咁你為乜嘢咧？為家庭啦，係咪？你自己小朋友啦，更好嘅生活啦，冇錯啦，更好嘅生活。但係問題呢啲嘢係要點樣先去得到咧？先去做得到，就係、是、你一定要有健康嘅身體先去做得到。係，真冇錯。如果你冇一個健康嘅身體咧。基本上你所有嘅所謂你嘅願望或者夢想，又或者你想俾自己幸福嘅家庭，愛你自己身邊嘅屋企人，基本上你冇好嘅身體係做唔到不特止，仲要佢好擔心，好擔心你，係咪？咁我覺得最緊要就係愛惜自己咯。咁我經過
呢一次身體檢查嘅報告之後咧，佢話我肝咧肝酵素，因為個肝嚟講肝酵素噶嘛，咁我就話好正常，好健康，個肺好靚，即係你睇下冇花噶嘛，咁跟住咧就胃好，咁啊大腸我轉埋超聲波，因為通常身體檢查就係驗血嘅啫，係咪驗血同埋大小便咧？啱但係嗰陣時我做多份大啲嘅，就係另外做咗一個超聲波。咁就比較上係細緻啲㗎啦，即係比較細微啲。冇錯，包括係膽固醇啦，各方面嘅嘢，我都係今次係好滿意啦，好滿意自己嘅身體啦，達標啦，達標啦，好開心啦。原來得到份報告咧係好開心㗎，因為你見到一個健康嘅身體咧，你行咗身體行咗幾十年啦，你見到身體報告咁樣咧，即係你會放下心頭大石，咁繼續做自己中意做嘅事。有時睇到可能嘅。睇完報告之後咧，會覺得仲好過攞獎啊！會直情係啊！你乜嘢都補償唔好，所以我今日嚟咧就希望能夠可以分享一下我自己嘅飲食習慣啦，同埋鹼性同酸性佢嘅好處同壞處喺邊度？但係酸性亦都唔係完全係壞曬嘅喎，因為原來咧 A O 水咧，佢哋有啲掣咧，有掣咧可以將減翻。是酸性水，酸性水有咩好呢？例如我上一次同我同事，我一個演藝的朋友林偉臣，咁佢就嚟到，佢本身有鼻敏感嘅。啊 ，sinus 啊，依度係啦，有鼻敏感。我都有，係。係啦，咁原來咧，佢亦都知道，酸性水咧，將佢索咗落個鼻裏邊咧，就令到佢咧當場咧索幾下之後咧，即刻個鼻係舒暢咗。哇！真係舒暢咗，我未試過。因為佢係有消毒嘅功效，嚇，同埋譬如你洗碗啊、洗一啲嘅物件啊，用酸性水係 OK 嘅，係 OK 嘅。咁譬如食藥飲淨化水啦，飲淨化水啦，就係食藥啦，小朋友啦都可以噶嘛，係咪？咁所以我覺得今日我嚟就同大家分享一下我嘅體驗，好好介紹你哋 AO 水。非常好啊，真係非常好。講多咁耐，都要飲翻杯水先嚇。咁 A O 水咧，即係我又唔想太過神化，但我只係想講係一個真嘅事實啫。好啊，好話啦。即係我本身我都係做呢個電台 DJ 啦，因為可能一日兩日啊，如果冇辦法將體內邊嗰啲嘢排出嚟，嗰種好掹陣，心情係好煩躁，係啊，猛啊，你好似同個人咧，好似你行一步路都好重咁樣嘅人，各方面都，所以飲咗鹼性水係令到腸胃都會好啲。我覺得除咗腸胃之外咧，因為佢都會影響到情緒。係。咁一啲爹哋媽咪咧，有時補錯起嚟啊，將啲小朋友攞嚟打。係。咁啲小朋友即係小朋友，如果屋企有鹼性水咧，個成個家庭個和諧都比較好啲。冇錯。同埋最緊要和諧到大家一家人一個健康嘅身體，好重要呢樣嘢，係我自己出嚟工作咁多年，俾我最大最大嘅收穫係我知道。是有一個好的身體非常之重要。如果沒有身體，有幾叻你都沒用，真係啊！所以推薦大家嘗試一下多啲水。好，我哋再次俾一個熱烈嘅掌聲俾郭青豪，多謝你同我哋分享咗咁寶貴嘅呢個分享。休息下先，休息下先。難得請到郭正雄嚟到現場同我哋所有 AO 水嘅呢、忠實消費者啦見面之外咧，我哋亦都準備咗一啲少少嘅見面禮，即係要送俾我哋今日現場嘅朋友嘅嚇。咁接落嚟咧，我哋先嚟進行呢一個幸運嘅抽獎，係幸運嘅抽獎啦嚇。